哎，你跟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让你来，你怎么自己跑上门来了？本中，我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，就算跟你说，你都不会答应的，所以就自作主张的过来了。其实我想趁着你父亲这次祝寿的机会，我好好表现给他们二老看看。等我将来嫁到你们戚家，我好好伺候公婆，好好的照顾他们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我替二老先谢谢你。这不是唱戏的苏若水苏老板吗？哎，大哥，你得手了吧？啊？哎，再胡说八道，我把你牙给掰下来。哎，大哥，你别不好意思承认呢。哎，我瞧瞧。干什么呀你？没眼水灵，女人长成这样值钱。回头再找你算账。算账？那咱们还找你算账呢？爸花钱，妞让你得手了。大哥，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呀。没事儿，我绝对不会给你扯。哎呦，哎呦，齐文忠，你打我！齐文忠，哎，疼疼疼！哎，你轻点，轻点！哎，你小子现在就是朽木不可雕。我告诉你，我早晚把你身上点烂东西全都给你剃了，就算剃成牙签，我也给你剃，信不信你？剃，齐文忠，你敢打我？再打我，我去党部告你，说你是叛党分子，让他们枪毙你。你撒手！你小子还敢去党部胡说？你信不信我抽你？你撒手！信不信？哎，齐文忠，齐文忠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要去党部告你！你等着，我也是党国的人，你等着。各位父老乡亲、亲朋好友，哎呀，让大家久等了啊！老朽在这儿给大家赔不是，赔不是了。哎呀，老爷，你真不是凡人呐！什么意思啊？家里都乱了套了，你知道最大的祸根在哪里吗？就是你最爱的苏若水。来人，在，把那些唱戏的全都给我轰出去。是是。我你们走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出去都出去，快走，你们都搬出去，都搬出去，快点，走走走，赶紧的，收拾起来，走走走，快收起来，快收起来，走走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好了，各位乡亲们，可以开席了。你知不知错？知道了。你该不该打？该打。若水，你不要怨恨我，姐也是为你好。从这件事情以后，你也长点记性啊！打今儿起，你给我好好唱你的戏，不要再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了。哎，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名声，咱宁可穷死饿死，也不能给人做小。疼就对了，不疼不长记性，忍着点啊！不许哭，你还觉着委屈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带房间了，你跟他进房间了啊？后来呢？后来啊，没有后来啊。就带我看了这本书，看书，没干别的，没有。你骗鬼呢你啊！哦，还没干别的。哎呀，疼死了！哎呀，疼死了，疼死了！姐，你干嘛又打我呀？哎呀，大姐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有半句骗你的话，你就打死我。
真没让戚正元那个老东西占便宜？没有啊，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别拿我当三岁小孩子好不好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戏子的身份虽然卑微，但要捧你妹妹的人，还真就是从台口排到大街上呢。大姐，您就放心吧，婚姻大事我比你慎重。说戚老那样的，我还真看不上。你这话当真？句句属实。好，那我就再信你一回。